天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包包，这个是我妈在外国，也就是泰国买的，一个90000，买得起吗？穷逼！这个包装盒我妈妈在韩国买的，一个9000，买得起吗？再给你们看看明信片，啊不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啥。这个是我妈在美国买的，加起来100000，这个是名牌，懂吗？穷逼，买得起吗？穷逼，买得起吗？穷逼逼逼逼，砸死你们！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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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！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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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！穷逼！这个什么东西？不要了！这个恶心，不要了。什么东西，不要了。这就是姐的豪气，不要了。再见，穷逼们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妈妈，我爸爸在那个韩国买给我的名表。Hello Kitty， 看这是保证金，看知道是什么表吗？我爸爸妈妈在韩国买给我的名表 Hello Kitty 的，哼，我戴上给你看看什么叫豪的器具。好，其实我的偶像就是 Hello Kitty 的 Hello Kitty， 我还有个 Hello Kitty 的魔法棒，巴啦啦魔法哈，真中啦啦变身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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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项链，爸爸妈妈在泰国买给我的。泰国，可是要上万个人民币呢。